朋友是一个坚韧不拔的纪录片，在香港这座城市的设置。主演钱德勒。你好，中国，这是赵西娜。我必须说，现在，在《速度与激情》中，我做罗斯、福波斯伊、瑞秋、莫妮卡和一些其他他妈的演员。很多采访，很多很多很多，所以在一个采访啊。走，我带你，商量，已经突破了八个大群，欢迎你们的加入。What the dog doing?